在我们上海市政府卫计委的统一的协调下，多渠和协作，尽最大的努力把所有的资源汇聚在这里来救治，这个才是这个方案的核心内容。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单纯某一条某一个方案特别好，没有神药？我现在今天还是在这讲，对于这个病没有神药，唯一的神药就是集中所有的救治资源，让这些病人能够坚持下去。